别嘟嘟，我脸上妆都花了。天，哎呀妈，你今天这裙子，你太带劲了。我说啊，丽儿啊，哎，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办好了吗？回姐的话，妥妥的了。姐 ，look， 嗯，不错。我说倩儿啊，哎，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办妥了吗？妥妥，必须放心吧。今天早上5:30，我就给大秦哥打了一个暧昧的电话。我说今天是情人节，大梅姐约你在棋盘山的山顶上的棋盘上的炮子上见面。活动内容看日出，活动要求死等。那现在几点了？晚上7点。7点了啊，那差不多叫他回来吧。回不来了啊，已经冻上了。没听过那段绕口令吗？啊，数九寒天冷风嗖，嘿，年年春打六九头。棋盘山上有个傻大个，嘿，冻你鼻子拉浆，哈喇的可哪流，可哪流。倩儿啊，哎，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狠呢？是哈。那我现在就打个电话找个铲车把它戳回来啊。不用。漂亮。姐，你说你一个刚在网上认识个小帅哥，你至于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吗？已经见过父母了啊的照片。咦，姐，你说你连面都没见过，你光在网上见过人父母照片，你就打算要私定终身了啊？姐，我看你这是要玩魂断蓝桥啊。哎，这有啥可惊讶的，大秦哥都要魂断棋盘山了。都说啥呢王小倩，我发现你说话特别嘴欠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诚心让他上去挨冻去了吗？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我担心他在这儿，我不是怕他给我搅和了吗？走啊。走啊。出息你有人在家吗？来了。大妹你好，撒开！我看你挺臭美，大妹在后边呢。哦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他搁这儿呢。大妹小姐，你好。看着我都没认出来呀。我是不是照片 P 狠了？哦，不不不不，千万不要责怪自己，是我没看出来，我的错。不不不，肯定是我照片 P 狠了，真对不起，那软件我刚用，我不太熟。不不不，跟软件没关系，是我眼睛的问题。不不不不，是我脸的问题。我眼睛的问题。是我脸的问题。对，就是你脸的问题。那咋整啊？别提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样小礼物。啊，是吗？王倩，看见没？这在我们女孩眼里，这就特别绅士。在我们男孩眼里边，这就叫絮叨。请看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情人节礼物，仅此一件，仅此一件哦。哎呀，这个就是，你跟我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咕噜滚吗？嗯。它叫石头地盘紧致提升居者不落棍子。哎，你觉得这个小东西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那当然了，来请看、看他的脸，一看就知道他经常熬夜，一熬夜就缺水，一缺水就抽抽，一抽抽就耷了。当然你还没到那个份上，但即便你到了那个份上，只要拿着它在你的脸上那么一咕噜，就能赶开了。
以后你们手机上那些什么 P 图软件啊，就都可以退休了。我也想要一个。小美丽，要啥要啊？家里边不有擀面杖吗？哎，这个东西是不能挺贵呀、啊？哎呀，千万别谈钱，情谊更重。哎，真会说话哈、啊，情谊重，但这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总得有个数吧？你说我多少钱？不用。你说我朋友都在这呢，你说吧。真不用。多少钱？真不用。该多少钱多少钱得了。五个九。九万多呀。999.99。啊，九百多，那还挺合理。这不贵。哎呀，那你说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我不能白要，这样我送你一点什么吧？哎，情人节礼物都是互换的，是吧？对。这样，我送你个大红包，999.99，收起来。收到。耶、哎。我说浪漫哥呀，咱就别浪了，吃饭吧。还吃饭呢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，家都来了。来来来，请坐。谁当不利索。哎呀，哇，这么丰盛呢。哎呀哎呀，这都是啥呀？咋还有大葱干豆腐呢？那个这样哈，这一桌子饭呢，是我散落在祖国各地的七大姑八大姨们给我寄来的啊。那个你面前那个大葱，你说啥？大葱啊，大葱是自己种的 啊。这边那干豆腐皮儿啊，自己压的 啊。还有这个麦子啊，自己磨的啊。金豆腐，嗯呐、啊，别光我一个人吃，你俩不吃吗？咦、啊，他俩呀？哎，哎呀，你酒就算了，我不能喝酒。他说他不能喝酒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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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